大家好，我是广阳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真相三十分》。物业公司为小区业主服务，小区业主缴纳物业费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但在北京有这么一家物业公司，8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不断的起诉小区的几百名业主拖欠物业费。为什么这里的业主和物业的关系如此紧张？双方的纠葛又因何而起呢？2003年，时代庄园小区的开发商选聘的金世恒业物业公司，据一位第一批入住的业主回忆，在交物业费的问题上，起初业主们都很配合，很多业主在每年第一天便交纳了全年的物业费。在年初一月份统计的时候，他们的就是收取物业费的比例都在90%多了，一月份非常高的。好景不长，业主们逐渐发现这家物业公司收取的物业费似乎有些偏高。业主们了解到，小区物业费合理价格应该是每平方米每月1.4元左右，而他们一直缴纳的物业费却几乎达到了每平方米2.5元。我们旁边那个小区是1块钱，因为我们比他贵出去那么多，就觉得又没有他们小区的什么电梯呀、高层那些比较复杂的设备，上水泵啊什么都没有。这种情况让不少业主开始心中犯嘀咕，物业费偏高自然就得有它高的道理。可是久而久之，业主们发现自己交了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。矛盾的产生一开始是临时电的问题，特别到夏天的大夏天的这个挺热的，老停电，你像这个老人小孩很难过呀。业主们前后找过物业公司很多次，不过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。除了临时电的问题外，在业主眼中，物业公司的服务还存在着很多欠缺。我们是矮层，没有高压水泵吧，就跟楼房可能有要交什么高压水泵线，就类似于一系列的吧，可能我们都没有，他们可能多收了。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，2006年，在金世恒业物业合同到期之时，业委会开始公开竞标选聘新物业。2007年，业委会与中标的新物业签订了物业合同，不过事件的后续进展并不顺利。你这个不信聘啊，你要求你交出这个管理的材料啊，他不交，要求撤走不撤，新的物业进来进不来。从2007年到2010年的几年间，由于新的物业公司没有及时进入小区，所以小区的物业服务依旧由金世恒业物业公司提供。说起金世恒业物业公司迟迟不撤离小区的理由，委托代理律师给出了相应的解释。因为这是一个你提供物业服务为的是广大群众，考虑到社会安定性的因素，所以物业公司不是说能撤就能撤的。面对原物业公司与业主不断升级的矛盾，2010年，在朝阳法院和当地基层工作人员的协调下，金世恒业物业公司撤离了时代庄园小区。物业公司走了，可是一大笔物业费还没有收回来。在此后的8年间，物业公司并没有停止对业主的诉讼。2009年，通过诉讼诉到了奥运村法庭。有些人这就是习惯，还有一些人是观念问题，觉得我买了房子，我凭什么交物业费。从2010年到2018年，业主们几乎每隔半年就会听到某家居民败诉的消息，全额支付拖欠的判决让业主们完全不能接受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业主与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。2018年4月左右，迫于案件量众多的压力，原告对业主的起诉便移交到了九仙桥人民法庭。物业公司虽然撤离了小区，但是当时拖欠的物业费并没有收上来，于是物业公司就将拖欠物业费的200多位业主给告上了法庭。看着这份涉及上百人的起诉书，负责办案的张法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虽然张法官本人拥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，是一位老法官了，可是处理这么多被告人数的案件还是头一次。办案效率、处理方式、后续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，这些都是萦绕在法官脑海里的关键因素。鉴于此次物业纠纷涉及的人员众多，同类纠纷案件占的比重大，朝阳法院为此成立了专项审判组。这个案子我们受理之后呢，
第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对这个涉案这些当事人进行了提示督促，在第一阶段之后，这个当中呢，大概有10%左右的吧，业主就主动与对方协商呢，就是解决了相关的问题。对于不同意协商解决的业主，法官开始向其送达起诉书。不过此时法官也收到了业主们提交的许多材料，这些材料记载着原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种种冲突，甚至有业主专门找到张法官描述当年发生的一幕幕往事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法官也听到了更多业主的心声。小区里晚上就一个保安都没有，然后门口的保安就睡大觉了，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安全性特别差，就希望能改进一下，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改进的这个迹象。听过业主们的反馈后，张法官认为此次纠纷对抗性非常强烈，如果按照老方法开庭解决，很可能将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。看得出来啊，业主和原物业公司是积怨已深，如果开庭审理很有可能激化矛盾，那么承办法官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又能够如何的化解矛盾呢？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。从我们一出生，他就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，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，他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尊崇宪法，学习宪法，遵守宪法，维护宪法，运用宪法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。最美女人计，沈阳广电携手多家医疗机构特别企划，爱健康爱自己健康公益行动，你可以是孝顺的女儿，贤惠的妻子，温柔的妈妈，你照顾好了所有人，别忘了好好爱自己，有健康才有能力爱自己，有余力爱别人，愿你是能披荆斩棘的女英雄，也是被人疼爱的小公主。欢迎回来。面对业主与物业剑拔弩张的对立局面，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有效促使纠纷解决呢？经验丰富的张法官告诉记者，只有深入基层聆听多方反馈，才是解决这类纠纷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。法官了解到，2010年在金市恒业物业公司撤场时，业委会与其签订了撤场合同，此合同成了证明金市恒业物业公司提供过3年事实服务的证据。在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年限届满之后，物业公司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服务，这种持续性的后续服务依然是合法有效的。在助理和书记员的跟随下，张法官马上走访了当地政府和社区居委会，进一步核实事件的来龙去脉。据业主回忆，当时小区并没有与任何物业公司签订合同，既然他们没有与原物业公司签订合同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交纳物业费。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着物业服务，但这物业费却始终没收上来。在多次催缴无果的情况下，金市恒业物业公司便委托了代理律师，打算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。物业呢，先起诉了一家，老贺啊，他申诉了这个，大家都非常气愤。他们开始是不是告个人呢？个人，你想那怎么能赢得公司？在物业公司起诉业主的几起判决中，业主都以败诉而告终，这种情况几乎使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接近冰点。可见开庭解决不仅对广大业主不利，而且对物业公司的社会效益也有不良影响。在经过这个走访，我们了解情况之后，最后决定呢，就是尝试呢，对他们这个300多件案件吧，刨去交费剩余的案件，做一个整体性的调解。转化为集中调解方式后，法官也找到双方最大的痛点。对于业主来说，
最直接的诉求就是不能接受全额支付物业费。对物业公司而言，回款效率低成为物业公司的一块心病。我从2009年就开始进行诉讼，因为朝阳法院当时实行的是立案审查制，一次只能立几个。如何使物业公司尽快回款，同时满足广大业主的诉求呢？思前想后，张法官认为应该充分发挥业委会这一桥梁作用。业主委员会首先它是从业主这个利益出发，帮助大家这共同解决，所以它有更多的这个业主啊，对他们是一种信任。法官随即找到业委会，但从业委会秘书那里，张法官得知业委会也面临一大难题。因为这个事情它是10多年前的了，很多有时候业主他有变更，有时候业委会秘书还不一定能跟业主就是说直接联系上。虽然业委会有积极性，但是对业主住房信息的了解毕竟有限。业委会和小区业主之间有一个微信群，不过群里一般只是一些日常性通知，至于业主的购房信息以及房产变更，物业公司则掌握得更加全面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张法官与物业公司多次沟通，在物业公司的配合下，业委会掌握了更多业主的信息，这为之后业委会征求业主意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业委会呢也付出了很多啊，配合的也非常的积极，挨户啊打电话，完了上门啊去征求意见，所以呢不断的在增加这个参与调解这个人数嘛，从开始是几十人，50-60人70-80人，我们也随时在沟通。在法官和业委会的共同努力下，经历3个月的时间，同意参与调节的业主人数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120人。随着业主人数不断增多，法官对这次调节也有了更大的信心。在动员业委会的同时，张法官也不分昼夜地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，试图满足业主们无需全额缴费的诉求。法官想为业主争取到物业费的让利，可是从之前的经验来看，物业公司似乎并没有任何理由做出让步。物业公司他也很难做调解，他的代理人就讲，我们现在有生效的判决，我们为什么跟他调解，这已经有判决了，说得非常清楚。法官曾经联系过物业公司，起初物业公司的态度也很坚决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法官站在物业公司的立场上，先是分析了物业费让利的优势，又从反面提醒物业公司坚持不让利可能触发业主们的逆反情绪。法院一再做工作，从他们来讲也是考虑到法院那种辛苦是吧，做工作，那我们也只能象征性的给他打个95折，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难解决。纠纷时间长，物业和业主都据理力争，这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压力。好在愿意参加调解的业主人数还在不断增多，凭借这一点效果，张法官决定继续与物业公司协商。几番交流之后，张法官判断使物业公司做出让利并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们就跟原告公司讲了，你一个你不能打折，你能不能更多的有些让利。他当时呢还是在那儿犹豫，那我说如果有50个人愿意呢，愿意解决，愿意交费呢，他当时一愣，他觉得那我们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所以我们代理的案件能调解还是尽量调解，因为作为物业公司不是追求金额多少，因为我们撤场这么多年了。原告委托代理人的一番话无疑给调解打开了一扇大门。法官将最新进展告知业委会后，业委会的压力也减轻了一点。可是就在法官看到一丝希望后，一个新的难题随即出现在法官面前。这么多业主参加了，但是意见很不统一是吧，大家这个标准都是对他有不满意，但是不满意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在业主们看来，减免物业费完全合情合理，至于要减免多少，不同业主有不同的看法。面对众口难调的局面，法官一时也陷入了沉思。有的认为就不认可他们服务嘛，认为你的服务可能也就完成个30-40%，如果我们付费的话也就按30-40%来给付这个物业费。这些不同的比例背后反映出业主对物业公司不同程度的不满，如何才能让业主们消除情绪呢？为此，法官通过业委会选择了一些业主代表，打算先解开一部分业主的心结，以便让业主代表们发挥在业主中的自我调节作用。人多了
不同的意见也更多了。但是在这不同意见当中，怎么协调，让他们怎么一致，这里边他们互相也有一个沟通。早晨8点左右，各位业主代表就来到法院等候。在业主代表面前，法官也如实地讲出了当前调解遇到的各类问题。业主们也表示对法院工作非常理解，大家都希望找到最佳解决办法。我们当那天得聊了得有2个小时啊，在那儿一直在跟我们，就是说每一个细节呀，包括对方律师是什么情况，是怎么个代理方式，我们都给说得很清楚。在法官看来，物业纠纷的调解工作欲速则不达，当争议特别明显时，要采取冷却法，把案件先放一放，给双方足够的时间，让他们都沉下心来想清楚。这样更客观，而且也更有可能，是吧？接近于双方的一致。这样呢，逐步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也是平缓了双方很多的一些带有情绪性的东西。